106年体育运动精英奖最佳新秀运动员杰出奖，得奖的有吴佳彦。2017年美国女子业余高尔夫锦标赛，创下最年轻打进前四强纪录。林云儒，2017年捷克桌球公开赛21岁组男单亚军。许玉修，2017年美国网球青少年公开赛男子双打金牌。张惠慈，2017年世界青年角力锦标赛铜牌。卢浩华，2017年亚洲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男子组110公尺跨栏金牌。